这里有一个除法，用科学记号来表示。那么要用科学记号啊，来，它的意思是说，7.65×10^9再除以6.54×10^-3。那么7.65要去除以6.54。那么后面这个地方，如果说是指数率除法的话 ，AMAN， 我们用 M 减 N， 上面的减下面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说10^9，同学记好啊，减掉-3，好像有没有了解？好，这里7.65除以6.54，我用电子计算机算完之后呢，它会是1.1697……。那么大概呢会是1.17。那么这个地方负负得正之后，-9+3，所以会是10^-6。这就是我们的科学记号。1.17×10^-6。